你打劫呢？人这辈子不是谁都能遇上劫匪的，这是幸运。你觉得我们要抢监控？什么叫我觉得呀？我都听到了，那个保安在那边喊：“丢了个小警字儿，丢了个小警字儿。”明天一点，正式行动。我们四个冲进去，我们俩压着经理去金库，小雪开车在外头接应，去救老虎的强奸人。客气点儿，我不客气吗？紧张，还有新开机。这车怎么停这儿啊？娜娜，我没丢下你，还有点时间。哎，要不咱们聊会儿天吧？你会疼心啊？不他妈这把吗？我都认识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劫匪得四个人了吗？为什么？一个人呢不成事儿，两个人容易吵架，三个人又不平衡，四个人刚刚好。那五个人呢？坐不下。我们不闪，直接踩。